验，超好吃。我是小吉，小吉。今天呢，我们会去的第一站就是那个 Namba Shrine。其实日本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神社，但是呢，这一个庙它是会比较具有特色，因为它有一只巨型大大只的这个绿色墨绿色的狮子。然后呢，它们的寓意是说，站在狮子前面呢，你的厄运就会被狮子全部给吸走，所以呢是招来好运的一个山，一个神社。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走路，走路大概多久？我们大概从我们住的那个民宿走路大概十分钟就能到这个Namba Shrine 了，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去那边拍照。然后我们今天第二个景点，第二个行程呢，我们会去的就是空庭温泉。因为其实泡温泉呢是需要可能到达比较郊外的地方，不过我们找到这个是在 Osaka 满市中心的这个空庭温泉，它是好像一个景点，不是景点，它是好像一个乐园这样子，你可以在里面去泡温泉啊，然后可以吃东西啊，然后可以拍照打卡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行程就是要去这两个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那个 Dotonbori 去看看，然后去逛街。这个呢是他们这个祈福的，这个可以放你的心愿在后面，叮，然后挂在这里。这个是刚才我们买的那个足印章，啊，是融化我们鞋了，叮，哇，这是我们第一个 collect 到的足印。然后过后呢，我们去不一样的神社，我们就可以写在家人们写在这里哟，然后还会有带这个注意章，开心。对，我们还有买了一个玉手，是火，开的 ，safety。你看 ，safety drive， 它是有飞机的，很可爱，很特别。safety drive， 对。然后呢，我们去神社如果要拿一个足印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足印章，任何神社的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足印章，因为它里面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拿你的家里的书来chop的哦。对，他们是不接受的。是，还有些南波的，因为这里是南波的神社。嗯。这个是他们寺庙卖的 keychain， 一个是300元，真的很漂亮，有金色的，然后还有这个红色，然后还有这个，哎，这个是红色跟粉红色，这个才是红色，然后这个是粉红色，好漂亮。里面是会有那个符，这样类似符这样子的东西，抽签啊，那个签。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签是什么。嗯，叮，哦，说什么？日语，日文，日文是日文呀，是日文呀。咋办啊？哦，我是小吉。小吉，我们抽到的是小吉，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如果你抽到的是厄运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把它绑在这里，所以呢那个神社是可以帮你解除你的厄运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 Osaka Amazing Pass 已经过期了，我们只是买两天吧，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去那个去我们泡温泉的地方，空庭温泉的地方，我们要另外买票，在这个地铁站隔壁就可以买到了。现在巴士 station。我们来到了 Parko， 它是一个 mall 来的。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拍的就是无脸男，这个也是打工六楼。记得要来六楼。对。我们去错楼层，刚才。是动漫的世界。别别别！你看到吗？哦，是无脸男。对呀、啊。对，他在那边走，他在那边等我们，我们从这边进。这里有卖很多宫崎骏动漫的这个周边产品，然后这个是它的发夹，然后我在这里也发现一个树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树洞。来，有音效的。我们来到了 Parko 的无印良品，就是 MUJI。然后这边的木屐呢，它规模是蛮大的，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木屐，所以我还好。这里的 Uniqlo 是有卖花花的，可能因为现在是春天，所以他们好漂亮的花花哦，是在这个 Uniqlo 卖的。我们刚刚从 Parko 出来，就来到这条街，叫做新斋桥。虽然今天是星期二 ，weekday 啊，可是这条街人山人海，很多人。然后呢，因为这里也有卖很多不一样的 brand 这个产品啊，阿迪达斯全部都有。可是今天我们要去吃 ice cream。我们之前几天吃到很好吃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想要吃 ice cream， 我们只是随便买一间的 ice cream， 可是哎呦，我们发现真的是意外的好吃，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再买多一次。而且 ice cream 店叫什么名啊？哈，忘记了、哦。没有关系，我们放地址在这里 ，OK。一定要吃这个，一定要吃。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这个新街桥的话，一定要来吃这间 ice cream， 因为它的 ice cream 的味道是很浓郁的，然后它饼干哇，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饼干是不一样的，一级棒啊！对，我们现在就去吃 ，Let's go。啊，什么？要进去。哦，可以啊。还是很浓郁的那个牛奶味道，然后它有三种不一样的口味，一个是 original， 然后另外一个是放抹茶泡的，第三个是 chocolate。It's not already。
我们的private的那个温泉，因为我们第一次泡温泉，太兴奋了。塞达，我们的房子塞达，然后来到这里是租的这个 pin number， 5 3 4 0 欢迎来我的家。他厕所在外面，然后这个是换衣服的地方，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温泉，我们去看看。哎，有厕所嘞！哦，这是冲凉的地方，如果你是要小便的话就打门。然后它这里有那些可以折，哇 ，hair dryer， 好漂亮。这个它还有给我们牙刷，然后还有冰泽。Moisturizer， 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哦 ，Moisture Mill， 然后这个是室外的温泉，外面的风真的是好冷。这个 public area， 很多人呢都会在这里拍照打卡，因为它有模拟很多日本的这个旅游景点，然后包括这里好像有樱花，也是可以给大家来拍照打卡，直到它结束营业哦。当然这里呢还有其他景点啊，就是一楼，刚才我们有去到一楼那边是有的拍照的。现在。去泡男生的，然后我要去泡女生的，在对面，这个是男生的，所以女生不能进去。Let's go.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刚刚去已经进去了，然后我们各自去哦，我觉得很爽，因为哦，它其实它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跟私人澡堂的那个 shampoo 啊，它给的那些。洗刷用品全部都是一样的，然后好，这里更加爽，为什么？因为多少钱啊？它的入门票？2800。啊，2800左右，2800yen左右。不是，它的价格真是便宜超多，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汤。我最喜欢的就是还有一个 sakura 之类这样子的汤，然后另外一个是它是比较 milky 的，它是白色，然后哎好，你站在那边，你的皮肤是滑滑的，然后很舒服。然后除了有室内的汤之外呢，它还有室外的，哈，就是户外你可以看到比较吹到凉风哦，就真的很舒服。然后你泡完汤过后，你就去洗澡哦，它洗澡会比较特别一点。一间，然后你坐坐洗澡的，然后板凳那边坐坐洗澡。我躺着的、哦。是洗澡哦，哈，女生是骗你，女生是坐坐洗澡，然后她前面有一个迷人，哈，然后我就跑到最尾板那边去洗澡，对，哈，然后真的很，我跟人家塞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来空厅。温泉的话，我应该是会用那种 public 的澡堂，因为它的那个款式比较多。